太烂了。昨天裁剪有 PCR， 快筛 PCR， 今天变快筛没有 PCR， 是什么道理？是什么道理？要讲给我听啊！太烂了。昨天裁剪有 PCR， 快筛 PCR， 今天变快筛没有 PCR， 是什么道理？是什么道理？要讲给我听啊！你说来不及筛检，你从开始要做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就要想到的是，不是现在说啊来不及了不做，啊不做是怎样？中央拨下来的疫苗要给谁打？4000剂的疫苗到底要给谁给谁打？你总不能说啊你单日来的有 PCR 的你去筛，没有 PCR 的你不要筛，会不会太奇怪了？你本来你柯文哲市长你就是太匆促决定这种事，你没有一个好好规划，你不知道北龙有多少人吗？你这样只有这个筛检站一天能筛检几个人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果菜一市场有多少人出入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样搞还是会被人家骂得要死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昨天有 PCR， 今天没有 PCR， 是干什么？柯文哲，你做这款代志，你首先你就要安排好好啊！我刚要检验几个人，啊，这业者到这60个3000-4000人，你三天有材料通处理完吗？你做我看下都无，你去甲问我一天验几个，啊，这所有的。在要入去迄内底做生意也好，创啥也好，你都你验袂出来，你验袂出来，啊！你讲这款代志，你下下手的人，大家他妈你无垃圾对无？啊！大家生意拢免做啊，都干那来顾母亲做这样就好啊，伤脑筋啦！你看啊，你做种事情，你话一讲哦，在下面的人哦。没有办法做得出来了。